我有一个人，老实讲，我不认识他。我看到他的家人求人家在网络上，他需要 O 的血，O blood，O 血。O 减这个血呢，是只有10%的人有。他现在他是在 City of Hope，他的人叫 Timothy Peabody。Timothy Peabody 的话，如果他没有拿 O 减 O negative 的血，会死掉。在疫情的过程，很少人捐血。如果今天你有 O negative 的血，打电话给我办公室。如果你没有 O 减，你是 O 加还是别的血型，我们还是可以用到你的血。英文的话是叫 platelets，platelets 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样子讲。他们会把你的血，他们会拿你的血，那最后他们会把不用用的，他们就会，不会用它，可是他们会把你的 platelets 拿出来。你的 platelets 就是你的血有一个很小的部分，他们可以用到，也可以给 Timothy Peabody。这 Timothy Peabody 的话，年龄很轻，才50多岁，所以我是希望说，你可以考虑今天，如果你要改变一个人的话，一个家庭，我是要让这个家庭知道说，我们一定会救这个人，然后是华人大大的力量来帮助他。早晚我们希望说，我们可以都见到他，让他很感动说。都是我们全部的华人站出来，可以帮助到他、爱他。虽然我们不认识他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想捐血的话，是一个很容易的方式，可以直接捐给他，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，谢谢。